好，那各位同学大家好哈，我是时珍。那我们接下来是开始民法总则的一个课程哈，那我们有十四堂课的一个啊时间，来帮同学哈去了解一下哈我们这个总则的部分啊。那因为我们是第一堂课哈，所以稍微跟同学讲一些说明哈。那一个当然就是我们上课有课本啊，这个就是每次上课请同学带来哈。 那另外一个就是因为我们是法科的课程，所以法条哦，这个我们都会用到所以这个法典啊，或是你手机有这样子的一个 App 哦，都要用哈。那再哈，就是说我们上课还是会有板书哈，所以你有需要的话，可以就准备一个笔记本啊。当然，这个板书的一个内容上来说的话哈，尽量让同学是可以在你书上写，其实就够了了。好，好，那我们呢，就从所谓的总则开始。 但是呢，因为我们课程的范围了哈，因为有些同学考试就考总则哈，但是因为我们民法其实非常非常的大，那总则它其实就是我们的一个民法的浓缩啦，啊，或者是它把里面共同东西、欸，抽象的把它拿出来放总则，所以呢，我们在课程最一开始呢，还是先带同学，好看一下我们的民法的五篇啊、喔。 那总则篇的部分呢？好，当然就像我所讲到的哈，这边主要是涉及所谓的共通的原理原则。好，那这共同原理原则，我先稍微介绍一下了哈，因为毕竟这是我们的主轴。 那这共同原原原则呢？哈，我们主要会分成三块啊。第一个是所谓的主体，好，那另外是所谓的客体。那第三块呢，是涉及到所谓的法律的行为。好，你可以把它当成就是我们民总的三本柱了哈。那什么是主体？主体通常讲的是人哦。 所以我们在后面会跟同学介绍关于所谓的人是什么啊？当然我们在座各位都是啊，我们是属于自然人啊。但还有一大类叫所谓的法人啊，像我们一百一十一年的题目，它就第一题就考法人的概念哈。那最常见那就是所谓的公司啊，这是一个很典型的法人。那客体的部分哈，通常指的是物。好，物的话呢，好，我们就会去讨论说什么叫不动产。 那、欸、什么叫动产？哦，比如说我们这个房子是不动产，是建筑物嘛，很好想象嘛。啊，但是呢，盖到一半的房子，哎，算不算？还是说目前只有钢筋水泥有柱子，那算不算不动产？好、哦，这个我们在后面的章节会跟同学说明怎么去认定所谓的不动产。好，所以这是我们关于物的一个部分。那当然最难的地方，其实在法律行为啦。 好，法律行为是我们在考试中很大很大的一个部分 <coughs>。那法律行为呢？好，我们就会去跟同学讲到呢，关于它的一个程序，好，以及所谓它的一个实质。好，比如说，哎、欸，你的法律行为，我们今天是单纯的借款，没有问题嘛？ 但是我们今天如果这个债务关系是赌债，哎，赌博来的，哎，或者是我今天是买毒品来的，哎，这样子的一个民法上的法律行为可不可以？好、哦，那我们就会去讨论酸鱼所谓的哦公序良俗的这样子的问题哦。好，所以呢，啊、哦、这三个部分哈、哦，是我们后面会跟同学重点说明的，啊、哦，先跟同学稍微提一下。那接着呢，哎，我们的第二篇叫所谓的债篇。 好，那在篇呢？其实坦白说是最头痛的。那我们考民总，哎，范围没有到在篇呐。好，同学可能松口气哦，但没有哦，我们在民总课程中，你会发现很多考古题都还是多多少会到在篇的概念啊。所以我们的课程一定会跟同学简单的说明啊，没办法讲的很细的哈，因为有些东西当然是很深入的东西。好，但是我们至少会要把民总考试你要会的、你要用的。 好，这样的债骗概念跟同学说明哈。那债骗的部分呢？好，大方向来说，我们分成所谓的债总好，全名就叫做所谓的债法总论。那里面呢，好，我们比较常会遇到的，像是所谓的不当得利。 好，还有所谓的侵权行为。那这个侵权行为呢，也算是我们基本上一定要会的哦。因为我们在民总的一个范围内，哈，你会看到很多的侵权啊，侵权要怎么办？要怎么去做请求？哦，这个就是要稍微有点所谓侵权行为好的这样子学习啊，你才会去操作了哈。所以这个是我们后面会跟同学哦去做说明的。 好，那在之外呢，还有谁的在法个论？那这个个论是什么意思呢？好，个论其实就是说，我们把一些很常见的契约，把它去做明文化，规定在我们的民法里面。像什么呢？像买卖、像借贷、像租赁，这个很常见嘛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就把它放在民法的在法个论中。 好，所以呢，我们也会稍微跟同学讲到关于买卖契约，好，租赁契约的概念。那我们在呢，好其实东西非常多，哈，那它其实还有一个比较麻烦，是因为它变化非常的大。为什么变化非常大呢？哈，我们可能都有听过一句话，叫什么？ 契约自由，好，比如说我今天想创设新的契约，可不可以？诶、欸、没问题哦，因为我们的民法里面的契约已经很多了，但是想要新形态的契约，自己说好，这个也算数哦，好，这是也可以的。所以呢，好，我们可能会看到一些叫所谓的无名契约。 那当然，我们在总则看到无名契约不会很多，不过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啊、哦，这个是后面的篇章一定会讲，叫做所谓的贱民登记。好，那这个也是在一百一十一年哈，财税行政有考的一个哦概念哈，那、啊、这个我们会重点跟同学说明。 好，那再来我们来看到下一个篇章哈，下一个篇章叫所谓的物权。那物权的部分呢，好，我们主要是规范呢，好，民法有的一个物权的太阳。好，那我们比较会用到的是所谓的所有权。 那至于其他的物权，坦白说，在民总的考试中不太会出现，好，不太会出现。所以这个所有权部分，我们在后面课程中也会跟同学去做说明啊。那其中呢，它比较重要的一部分，就是涉及到我们的七六七条，好所谓的物上请求权。 那物权呢？哈，其实在我们学习上来说的话，它一样有一个特色哈。它的特色在哪里呢？它特色叫所谓的物权法定。好也就是说呢，它不像契约这么自由。我们的物权类型呢，就是那几个，哦，就是我们民法有规定的所有权。好，甚至你稍微翻一下，好，要有地上权、抵押权、农域权、典权。 有质权，哦，这些哦，就只有我们民法规定的才能去用，哦，你不能自己去创造出新的这样子物权的太阳，哦，这个基本上我们没办法这样做，好，所以这个是它的一个特性，哈。好，那以上呢，哈，这个债篇跟物权篇呢，啊，基本上我们会合称叫所谓的财产法。 好，因为可以看到它其实跟钱是很有关系的哈。那这个财团法，我们可能再细讲一下哈，细讲一下哈。那这边企业自由呢，哎，它其实还有衍生出一个概念，哦，就是我们所谓的在资相对性。 那、啊、有一个简称哈，叫做所谓的对人笑，啊，不是说笑出来那个笑哈，而是呢，它只有对特定人才会产生所谓的效力。好，所以简单打一个比方哈，哎，比如说这个某甲，哎，跟这个某乙呢，哦，去做一个买卖。 好，那这个也顺便跟同学讲一下我们的默契哈。这个往后呢，我写到契约，我通常喜欢用这样双箭头，哦，因为契约我们会提到哈、哦，它是双方要说好的，哦，就说，哎、欸，我今天把一个手机哦卖给同学，同学说 OK，我们契约成立，一定要这样子，否则的话，我今天说我拿一个热食要给同学，我、哦、卖你一块钱，你一定要收吗？那、啊、当然就不收啊，所以我们这时候契约成立吗？不会成立。好，所以。 双箭头代表是双方有合意哈，那再来呢哈三十五条这个是买卖契约的定义啊，所以通常我就会用这样三十五条啊去表示哈这边是一个买卖契约，好，所以呢啊比如说这个甲跟乙呢哈买一个电动 PS5 啊，啊甲呢是买方好，当然他就很开心啦、啊、哈，因为要买到这个游戏机不容易嘛，好，但是今天甲的妈妈就不不开心啦、啊。 哦，认为说什么？哎，你今天讲呢，啊、哦，已经毕业了，啊，开始找工作，你怎么去买一个游戏机？哦，你在那边打电动，没有在认真工作，哦，他就有点不满，希望哦去改变这样子的买卖契约，可以吗？哎、不行啊，现在小孩成年，他买什么，他自己做决定嘛。那这个是我们一般的感情面有这样的想法，但是我们接着写法律，你就要所谓的依据啊，为什么不行？ 哦，不行的理由很简单，因为我们今天这个契约它只有谁的相对性，也就是说只有甲跟乙它是有效的，而对于我们这样子的一个第三人来说的话，哦是没有谁的效力所及的。所以今天这个甲的妈妈可以说什么吗？可以说啦，但法律上没有什么影响，因为他就不是契约的当事人。 好，但相对来说呢，哎、欸，我们的物权法定就不一样了、哦。好、呃，我们的物权呢，好、呃，刚,刚讲过它的类型是很有限的，就,就条文所规定的，所以它的效力相对比较强。它这边呢是所谓的对视效，也就是说呢，它今天是对所有人都有所谓的效力。 好，比如说今天假设这边有一块 A 地，那 A 地的所有人是甲，好啊，这个一样是我们之后的默契了哈。诶、欸，画像是 A 地可以理解嘛？好，那这边好就是我习惯上表示所有人的方式，啊，甲是地主，那甲是地主代表什么？他有 A A 地的所有权，那他有 A 地所有权，你请问你会因为对象不一样改变吗？ 哎、欸，对自己家人有权利，对外面人没有权利，或是对啊、哦、这个第三人有权利，对家人没有权利，不会嘛？他就是很单纯，就是你去看户，去看地震土地的所有人登记就在甲的名下，对任何人来说，甲就是所有权人。好、哦，所以也就是说，如果今天假设有一个乙，哎、欸、跑过来无权占有。 哦，没有这个权利，但是呢，霸占这个 AD，那甲怎么办？那甲当然这个情况下呢，就必须要跟乙，好、哦，去请求返还 AD。好，所以通常我们物权效力是比较强的，哦，因为就像我们刚刚讲，它就是。 种类这么多，而且甚至有一些不动产，它是有登记的制度哦，它是对哦所有人都产生这样的效力的。好，那没有问题的话呢，好，财产法我们的债权物权啊、哦，就跟同学简单介绍到这里哈。那再来呢，我们来看到剩下的两篇。 好，那剩下两篇呢？其中一篇是亲属篇。那亲属篇呢，它的一个重点在哪里呢？在认定所谓的身份关系。 好，所以像什么呢？好，比较常见的就是像是结婚，好，或者是所谓的父母子女关系。那结婚的部分，我们有机会讲到了。好，我们在民总呢，哦，有一块，好像是这个死亡宣告，哦，这个章节就会跟同学稍微带一下啊，结婚的概念，因为考试会考啦，啊，所以这个会跟同学做说明。 那父母子女其实坦白说，在民种的范围是比较少考了哈，因为在亲属篇他可能比较需要处理是嘛？哦，这个太太有一天怀孕了，生下小孩就会发现，哦先生他其实不是亲生爸爸，那怎么办？哦，这个就是社会新闻很常看到的嘛，而亲属篇就有它解决的方法。好，那另外一篇呢是继承篇。 那继承篇呢？它的主要的目的是在于所谓的遗产的分配。哦，这边我写完整一点哈，继承遗产的分配。啊，所以继承基本上它必须要基于我们的亲属的前提啦。哦，因为继承一般来说就是哎、欸、配偶啊，或是小孩啊。 啊、哦，所以我们就会透过亲属来去认定这个身份。那接着怎样啊、哦？算多少钱嘛？大家怎么分嘛？好、哦，所以这就是啊，继、哦、承要去做处理。所以这两篇呢，就会合称为所谓的身份法。好，所以我们等一下所看到的一个民种的内容呢。 就是其余这四篇它的共通的原原则，哦，都放在我们民总这边所做规范哈。好，那没有问题的话，我们就先从所谓的第三页序论来开始说明哈。<coughs> 那序论的部分哈，坦白说考试很少直接考啦哈，因为这边其实都很算是一种比较上位、比较抽象的概念，但是你可以把它当成是一个基础啊，因为有些时候学法律呢比较难，就是速成哦，它需要一些累积啊，所以我们课堂中尽量也会帮同学讲一些哦，它的一个底层的逻辑是什么，让你了解到，诶、欸、我们条文什么这样规范哈。那我们就先从这个民法的原理原则来开始说明哦。 好，那民法的原理原则呢？好，第一个我们看到的就是契约自由。那这个其实我们刚刚有跟同学做一个介绍，哈。那具体它的一个内涵呢，你就想象它其实就很自由哦。比如说我要跟谁订约啊，我们内容要讲什么啊，到底要怎么履行啊，哦，都可以双方说了算。哦，因为你可能在以前的 高中课本有看到，它可能会分很细哦，什么选择自由啊，内容自由啊，但是不用想那么复杂哦，因为有些时候准备考试，很多资讯我们就会去做挑选呢、啊、哦，最重要的要先把它记起来嘛。啊，至于不是这么重要的，你可以先放在一边。好、哦，所以这个七业自由，你先想成它是一个非常自由的一个东西哦，但是呢，太自由也不行。为什么太自由也不行？因为太自由的话呢，好、哦，它可能很容易导致。 比较有权势的一方，他契动用透过所谓的契约来去做剥削，反正讲起来有点抽象哈，不然你你可以换个想法啊，去做一个理解啊。比如说我们平常都脸用脸书啊，用赖啊，那这都是独角兽大企业嘛。所以今天他提供你的契约，最常见的是什么？你注册的时候要有一个哦会员的条款，那基本上我们就只能点什么点同意啊。哦，哪一天你有搞成一不同意。 啊，接着你发现这样，别人都有脸书可以用，你没有脸书可以用，好，所以呢，这种大企业它如果去滥用契约自由，它往往会作为所谓的剥削的行为。那这时候呢，我们就要稍微去做一个调整，而调整方式呢，我们就出现所谓的契约正义。那契约正义的部分呢，哈，我们在这边主要是透过。 好，消保法来去做处理。好，它会对于呢，好所谓的定型化契约，好去做管制。 好，所以想象一下哈，其实这种定型化契约管制很常见哦。哦，比如说有一些企业啊，哦，或是有一些哦服务单位啊，你过去消费、你体验服务、买东西，他可能就会贴一个什么，哦贴哎今天他不负产品责任，哦或是今天呢你在这个场域呢发生什么状况、发生什么意外，他完全不负责。哦，这个可能很常看到嘛。那这个其实就是一个很典型的定型化契约的太阳。那店家这样写，难道真的不用负责吗？ 哦，这个其实会有问题哦，哦，因为他如果是完完全全排除责任，我们认为他会违反我们这边消保法哦，他可能这样子的一个约定会变成是无效的。好，你有大概的概念就可以了哈。来，我们再来看到第二个，好，第二个叫所谓的过失责任。 那过失责任呢？哈，在我们民总中算是还蛮重要的哈，所以要请你特别注意一下。过失责任的一个简单概念就是什么？今天如果我要负这个民事责任，简单的说就是我要赔钱。那这个前提是什么我要不小心，我要犯错，好，我才需要赔钱。好，如果我今天完全没有任何的错，你今天就算有人受伤了，哦，也不关我的事，我不用赔。 好，这是民法关于所谓的过失责任的概念。那最明显体现于哪里呢？好，最明显体现于一八四条。啊，这个是我们的侵权行为的一个基本条文。好，一八四条。那一八四条我稍微念一下，好，啊，你有时间翻啊，没时间没关系，因为这个后面大家还看到了哈。<coughs> 好，一八四条呢，我们主要都是用它的第一项前段，好，叫做因故意或过失，哦，不法侵害他人之权利者，负损害赔偿责任。好，所以我们基本上你是因为故意或过失，你就要去做一个赔偿。这跟刑法比较不一样啊。啊，同学不知道刑法，你看上了没？哈，刑法很多的犯罪呢，它是基于什么故意，少数的犯罪是以过失。好，比如说你看到杀人。 二七一条是给你讲故意嘛，对不对？因为他的条文讲很简单，杀人者处死刑、无期徒刑、十年以上有期徒刑。哎、欸，他就讲杀人者呢。但我们在讨论上，基本上你必须要杀人的故意。那过失导致人家死亡，要不要被处罚？不会用二七，他会用另外一个过失致死。好，所以他也是有所谓的特别的规定。那民法不是哦，民法是只要你损害的发生，你只要有过失，你就要负责，不用到所谓的故意。好。 但是呢，哈，这个也是我们基本的一个传统的概念。好，到了我们现在近代呢，好，稍微去做一个演变，我们多出了所谓的无过失责任。那为什么需要这样子的无过失责任？其实理由也很简单啊，因为。 现在社会很多是资本主义嘛，很多大企业嘛，那大企业可能会侵害到消费者的权益，会啊，这个很常见呐、啊。但是问题是，你今天消费者受到侵害了，你要打官司，你要去证明对方有过失、欸，诶。好，这个其实就是很现实的问题啊。你今天没办法证明对方有过失，你的官司其实就会输。好，但是呢，对消费者来说，或对一般的平民老百姓来说，要去证明这个很困难。 好，比如说你想象一下，啊，这个假设呢，哎，你今天吃到这个果冻，被呛噎到了，哦，受伤了，或是甚至死亡了，你要怎么证明说这个制造果冻的有过失？好，你会觉得其实很难嘛，对不对？好，所以呢，我们就认为说，有一些企业经营者他的一个责任不应该是过失责任，而是到了什么无过失责任，不管你这个企业有没有过失哦，有没有不小心呢？ 你都要去负责，你都要去做赔偿，哦，这个才会去调整哦，所谓地位不对等的现状。好，所以这个呢，哈，一般来说体现在于，啊，我们的一九一之二。那另外呢，消法法也是。 好，再来我们来看到的是第三个基本原则，哈。那第三个基本原则呢，是所谓的所有权的绝对。那简单的概念就是，你今天哦是这个所有权人，好，比如说这个板叉是我的。 哦，这个土地是我的，这个教室是我的。那今天如果有任何人侵害我的所有权，我都可以把它排除，我都可以把它赶出去。好，这是所谓的所有权绝对。好，但是呢，哈，这个绝对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也会稍微去做个调整，因为你有太多的绝对的话呢，其实在社会生活会很多的摩擦，而且会影响到所谓的经济效用。好，所以我们就出现了所谓的，好，所有权的社会化。 那这个其实比较偏物权啊，所以我就简单说了哈。那像是我们的相邻关系啊，这是一个很典型的啊社会化的一个情况哈。好，这个相邻关系呢，比较著名的，你可能有听过，就是代地通信啊。 那简单来说，就是我有一块地啊，它可能比较深山一点，那要出去对外的道路，都要走过别人的土地才办法到啊。可是你走到别人的土地，就等于是嘛，那、欸、你去侵害人家所有权啊。所以你相邻的这个地主可以禁止你通行，原则上可以，但是呢，你这块带地就变成毫无经济价值，那不行这样子嘛。好，所以呢，我们在一些特殊情况下可以允许啊这样的带地的。 去做通行，也就是说，他可以行进呢周林土地所有人的啊这样子的一个土地哈。好，那再来请同学来看到的是第五页哈。那第五页民法用语我就不先说了哈，因为这个我们就看到每一个章节。 哦，再把这个用语带同学哈，啊，你有兴趣可以稍微先翻一下，好，先看一下，那我们就来看到是第七页，我们来看到是所谓的权利义务。 我们每部法它的核心都不太一样哈。那比如说打个比方哈，以刑法来说，核心是什么？处罚犯,犯罪嘛，对不对？哦，所以它可能会规定杀人罪，规定窃盗罪，规定诈欺取财罪。哦，所以他会透过他的三阶层理论去检验这个人会不会构成犯罪，这是刑法的核心。那通常比较好想象啦。那、啊、民法的核心是什么？因为民法很杂哦，民法我跟你讲契约，跟你讲身份，哦，跟你讲有的没的。 所以它核心是什么？啊，其实核心很简单，就是权利跟义务。尤其我们会特别看的是所谓的权利。我打个比方哈，假设，哦，这个很不幸哈，这个走在路上被车撞，哦，车祸很常见嘛，对不对？那真的被撞了，那你要怎么办？你要跟他求偿啊，赔偿医疗费啊，赔偿你工作上损失啊。啊，但是依据是什么？ 你的权利依据是什么？这个就是民法它主要去做规定，好，所以我们就会根据哎、欸、需求或是我们今天主张什么，去找到它所对应的一个权利依据哦。好，那所以我们就会先跟同学介绍一下，哈，权利有哪一些内容哈、哦？那我们的内容的话，啊、呃，请同学来看一下国字瓜二的数字一了哈。 权利的效力，这个我就不多说了哈，因为我们刚刚其实有稍微跟他们介绍到哈，绝对权跟所谓的相对权，那绝对权其实就是我们刚刚讲比较偏向物哦这样子的概念好，当然这边其实还有包含到人格了哈。那至于相对权，一般就是所谓的契约关系啊、在职关系啊，有这样相对性的一个部分哈。那再来呢，好标的物的部分也比较单纯，所以我们就直接来看哈。 还以标的物区分的，好像财产权，那当然它的内容就是跟经济跟钱有关。那另外一个就是所谓的非财产权，好，第八页这里，那比较常见的哈，就是所谓的人格跟所谓的身份，啊，以这样子内容作为权利的话，它就属于所谓的非财产权。 好，那我们接着把重点放在权利的作用啊，这个相对来说比较重要一点啊。来，第一个是所谓的支配权，那支边权就我们的定义来说了哈，是对于所谓的权利客体哈，有所谓支配的权利。那最常见的其实就是所谓的所有权。 啊，比如说，哎，我们现在每个人都有智慧型手机嘛，好，所以这手机是我的，我要怎么用，其实都可以。我要正常那边滑脸书、滑 IG，或是拿去那种丢掉，都是我自己做决定。哦，这就是一种很典型的支配权的展现。好，但是呢，接下来几个权利呢，是我们考试上比较常考的。哦，坦白说，支配权在我们考试中不太会考。 那我们来看到第一个常考的，叫做请求权这个要特别注意啊。请求权是我们的主角，整部民总的主角就是他啊。请求权，那什么是请求权？啊，请求权是啊对于哦要求我们的特定人，啊不作为，啊作为或不作为的一个权利。 好，那简单举一个例子啊、哦，其实就用我刚刚讲车祸的例子。诶、欸、我今天走在路上被车撞，哦，当然就会不开心啊，很不爽啊，要求对方赔医疗费。这时候我对对方主张权利就是什么？请求权啊。为什么？因为我就是要他赔我钱，把钱给我。好，所以这个请求权是在我们整个好课程中会非常常看到的一个权利哦。那比较容易搞混的是下一个叫做所谓的形成权。 那什么是形成权呢？好，形成权它的一个定义是啊，它会去变动法律关系。那完整来说的话，就会，哦，得商，哦，变更法律关系。 好，一样好，我这边用一个例子来跟他们说明一下，好，这两者的差别，啊，这两个差别呢，哈，是一个很重要的哈，因为我们后面讲到时效，啊，这个其实两个权利的发展就会完全不一样哈。来，我们一样啊，今天是甲跟乙，啊，他们之间有个买卖契约，那我们今天甲作为买方，那请问你买方有什么权利？ 你去跟人家买一件衣服，啊，你刚刚去买一个游戏，哦、啊，买一台车，你有什么权利？很简单嘛，就是叫对方东西给你啊，这就是权利啊。好，所以呢，以我们的一个甲来说的话，这边他就可以去做请求，啊，交付所谓的标的物。 那这样子请求交付标的物呢？它其实就是一个所谓的请求权。好，为什么？因为就是要求我们今天特定人以，他必须要做一个作为，就是把东西拿给对方嘛，拿给我们买家嘛。 好，所以这是一个请求权的表现哦。好，但是后来呢，我们这个甲哈，哎、欸，主张了这样请求权之后呢，也拿到了买的东西，就发现什么？发现我们的标的物有瑕疵。 <coughs> 好，那你今天买到瑕疵怎么办、呃？比如说你买一双鞋子，结果過,过来呢，就一只脚而已，啊，另外一只不要跑到哪里去，啊，这个鞋子还能穿吗？没办法穿啊，你不可能说你哦、呃，这个鞋子就穿一脚而已嘛。好，所以这时候以假的角度来说，他当然希望怎样？退货。哦，这我们常这样说嘛。啊，退货在法律上是什么？其实就是解除契约。 啊，我们今天这个契约就不要了，我们把它解除掉。然后呢，你把钱还给我。买家会这样想。那以卖家来说呢，你就要把我这前给你的东西，啊还回来。那这个叫做所随的回复原状，哈、啊。所以呢，今天这个甲呢，啊，针对这个瑕疵的部分，他要求要解除契约。 那这个解除契约的权利是属于哪一种？请求权吗？要求这个乙要配合解约吗？欸、不是哦。这样子的解除契约是一行使契约就没有了，所以它直接怎样变更我们甲跟乙的法律关系？原本有契约，行使完没有契约，法律关系变更了嘛？所以这样子解除权呢，它就是一种所谓的形成权。 好，所以我们就用这个例子，好，带同学了解请求权跟所谓的，好，形成权的不同啊，这是他们最直接定义上的不同。啊，在我们后续的章节呢，好，还会再讲到他们其他的一个，哦，差异哈。好，接着我们来看到的是所谓的抗辩权。 那抗辩权啊，它其实是用在哪里呢？用在我们的请求权上面，也就是什么？也就是它是用来对抗请求权主张。 好，那一样哈，我们用个例子来说明一下，一样的哦，哦，就是甲跟乙有个买卖契约哦，所以乙买家甲，我们刚刚说他可以干嘛？他可以去行使所谓的请求权。 啊，所以比如说我们今天是买一台车，那甲就可以要求乙这样，哎、欸，你车要给我啊，啊，但是有些时候如果这个乙摆烂他不给，哦，当然后续就是上法院了哈，好、哦，上法院啊，法院呢，好、哦、就去审理说这个请求有没有道理，有理由就给你申诉判决，那甲当然就可以直接去做执行，哦，这是一个情况。好，除了乙摆烂之外呢，好、哦，其实还有一个方式，乙他可以不用。 哦，付不用去做这个给付哦，这个汽车的动作，也就是说他没有需要哦履行这样请求了哈。那这是什么呢？就是他去提出所谓的抗辩。那这个抗辩呢，好有很多了哈，比如说我们在后面章节会提到所谓的时效。 啊、哦，你今天买车，按、啊、你照道理买车，你就赶快跟人家要车啊。结果你拖拖拖拖拖多久？拖了二十年，拖了三十年。哎，不好意思，这个时间太久了啦。哦，所以这个情况下呢，就有随着时效抗辩。那还有另外一个啊，叫随同时履行抗辩。那同时履行抗辩是什么意思呢？ 那、啊、我们刚刚说是买车啊，所以甲牌跟乙说你车要给我，可能乙会很纳闷啊，那、啊、你们钱还没付啊，啊你钱还没付我车给你，那、啊、到时候人跑怎么办？好，所以乙呢可以要求说，我们就一手交钱一手交货，你跟我要车 OK，但钱先给我，这个就是所谓的同时履行抗辩。好，这些都是我们所谓的抗辩权。